居然真的要走了，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？哎，不是，是考虑500下。哎，你想想，你现在又不是杨天元的老婆，你干嘛现在一定要跟他住在一起呢？哎，喂喂，在我心里面，白白已经是我老婆了，好不好？谁准你插嘴啊？哎呦，我现在就是非常时期嘛，而且我们在公司都还是可以见面啊。你们两个现在不要在那边给我眼琼瑶三三八八的，害我走不掉哦。杨天宇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们家白白有任何洗个茶，你就死定了。白雅轩，如果那个死杨天宇欺负你的话，你可以随时回来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嗯，不行，过来了。那个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是不是等一下就可以搬进去了？臭小子，便宜你啦！白白姐，其实我真的很舍不得你。耶、yeah, ，我要去收行李啦！哦，收行李。哎，你不想给他住哎？我觉得这里还在这里，等一下就给我缴房租啦！你下个月开始缴。你带回来的啊？啊，对啊，那简直简安娜欧这种，现在是不怪我，是不是？安娜欧也是，怪谁呀、啊？好啊，好啊，那我搬走嘛。不要，求我啊！你求我、啊，你不要走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哦。